想要继续来开健达出奇蛋，因为本人已经买了快100颗神通奶爸的，可是都没有中，所以想说算了，先换换口味，先来买这种3颗一套的。第一个要开的是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的，第一个开的这一个是男生款的，这一个是水彩笔，水彩笔，有彩笔，而且开到后面开到自己都傻了，把巧克力的都还打开，给我钢铁人或浩克吧。哦，雷神哦，雷神也不错啊，雷神至少我没有，开到的是雷神，然后给的是小张的纸卡是，哦，他是他弟洛基，然后再来这一个是哦，又是球欸，这个球的颜色我好像没有欸，一颗球是比较想要抽到那个小龙啊，这是球。好，那先继续把漫威的6颗都开完，虽然里面只会有一颗是漫威的。这一个是猪八戒。欸，这款猪八戒的我好像没有哦，所以这个系列我搞不好可以收到一套欸，我收到猪八戒的那个很像漫，我觉得这个比他们漫威的还要再早一点啊，我们继续这样。猪八戒还蛮可爱的欸，虽然他们这一个系列好像都没有武器了。哎呦！我个人是强烈的推荐大家，如果你要收集神通奶爸，你只是要他的那个小小兵集款的话，并没有要他的那个全套款的话，可能可以推荐大家最近的那个，好，猪八戒完成上。可以去抽他的最近全家的那个神通奶爸，因为那个中奖几率，个人发现今天这样抽还，我抽到钢铁人了，水哦。然后钢铁人给的坏人是他，铁霸王，钢铁人是这样，钢铁还不错哎，钢铁人继续开。然后扣的是已经开到很腻的神通奶爸系列，3颗。哎，我好像还有个男生的没有开好，又是电钻。电钻，后面这样，然后这里有可以转啊，然后电钻，注意看下去，电钻可以转。我只要那个坏人就好了，哎。这是谁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机关小人，而且是中国风的。
哦，可变形的机器人哦。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样扣上去，然后这个装上去。哎，这还蛮可爱的，这是一个。大炮造型的可变形机器人，它可以变成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哦，这是一个，这不是，这是一个火车啊，火车型的变形的人物。然后你把这个摊开，它就是出现脚，跟这个是手，然后附上这个贴纸。还蛮中国风的贴纸，有点意外，就可以变成一个算是机器人了，应该说人形了，没有到机器人。继续开，然后不小心开到男生款，啊，又是妹妹，我已经开始怀疑。他们健达出鸡蛋在这种单颗的里面，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个结界？然后三款的好像都只会有一个是小小冰款了、啊。我目前抽到的比例是这样啊，你只要买这种三款合售的，这种三款合售的，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小小冰，然后另外两个就是其他款的角色，就没有很固定。然后本人现在就是只缺那一个。坏人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是有这么难抽吗？我已经抽了100多颗了吧，快100颗啊，到现在就是还没抽到那个坏人。现在抽的是女生款，女生款这一个是印章啊，蝴蝶，这个我比较没什么好讲的，然后再继续，比较要介绍是看能不能抽到，欸就是这个跟这跟男生款只是唯一不同，就是这跟刚刚那个男生款的那一个是一样的，只是男生款的颜色跟女生款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靠，这个健达这个男女差别根本就太瞎了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。迪士尼公主啊，看能不能拿到那个《冰雪奇缘》。这个是有脚哎、欸，为什么有脚？这个不是，等一下，这个是，我以为这一个是，我以为这一个是那个。那个叫什么美人鱼？可是美人鱼有脚吗？还是他在漫画，他在故事里面后来有变有脚？好啦，算不错啦，本人抽到两款，抽到这一款还蛮好看的，装好后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头发还蛮漂亮的。基本上继续抽，我就不相信我抽到后面抽不到那个神偷奶爸的那个坏人啊。然后还蛮喜欢的是。这个坏人款的钢铁人不是、啊，漫威版的钢铁人跟雷神啊，继续抽，对，继续抽。